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看这个邮票，最珍贵、最贵的邮票，最正是最贵的。Yes, because you see, it was not the right way of blue, and it's the only letter which has so many of this bluish stamps, so it's really unique.所以它本来应该是这个颜色，但是呢印出来竟然是这样的一个颜色，所以算是这个瑕疵品。那我们知道这物以稀为贵，所以呢这瑕疵品反倒是成了最特别而且是最珍贵的一个邮票，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邮票，象征着列支敦士登由瓦解的德意志联邦到重生，令到这个微型小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。去过瑞士，再去埋列支敦士登，无论是瑞士壮丽的雪山、精密的工艺、深厚的文化、瑰丽的小镇，定是列支敦士登细小而美丽的景致，都会深深感印在大家的脑海中。下一集我们将会前往有音乐之都的奥地利，悠游感在山河、街道、小巷之间谱出奥地利的乐章。不是，你要用哈的才会热。这样不顺的，这样不顺的。好恶心哦！好恶心哦！哦，很对效果哦。